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香港的 Jessie， 我很感恩我在教会认识了卡亚，你就是透过我教会一个 Auntie Kim 介绍的，就是透过这个金三角，我很开心，因为我家里的人的健康都改善了，好像我儿子的健康就这个湿疹也没有了，我爸爸的偏头痛也没有了，我妈妈的糖尿病也可以受控制了，我自己也可以减肥减下来了，以前香港小姐的样子也跑出来了，真的很感恩。我透过这个平台，我可以实现我的梦想，我的梦想就是像 Jennifer 一样能够成为山红壮，可以透过这个平台帮助更多的人健康。还有呢，我就是爱卡亚尼， I live in 卡亚尼。